怎么还睡啊？几点半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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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不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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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不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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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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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钥匙到了，来不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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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到了学校，时间刚好压线，应该不会迟到。应该可以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可是读书读到三点多，隔天还要考试，下一班又要断考。哦，我早上还不知道七点半之前就要到学校，累死我了。有时候这种事也没办法嘛，学校的规定应该也有他的理由啊。对啊，其实学生就应该是这样。对啊，欸、有谁当学生不是这样？欸，我跟你讲，我有张全勤奖哦。我每天不管读到几点，我一样就是七点半前就会到学校。老师看到，你说他开不开心，感不感动啊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其实这样在毕业典礼上面拿全勤奖，超爽的啦。我也觉得，说真的。他干嘛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他干嘛？罗信，你知道这样每天上学下学上学下学是为什么吗？你每天这样那么努力是干嘛？全勤奖。啊，全勤奖三个字，一张白纸，你要那张破纸干嘛？你变成奴隶了，你知道吗？出社会之后就变什么？每天加班六小时，获得最佳员工奖，这是奴化教育的糖衣，这是资本主义的高墙。最后你得到什么？薄薄的一张纸跟被掏空的心灵啊！今天我宣布，这件事正式升级为全勤奖事件。你们所有学生，通通都要赢我一件，听到了吗？你这个资本主义的坏分子！其实这样子惬意的迟到还蛮爽的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也觉得这蛮爽，对啊，舒服、啊，超爽。哎、欸，阿伦怎么不见了？哦，他刚说他要去上厕所啊，应该是拉肚子了吧？哦，哎、欸，他刚好传讯过来，看一下看，好像肠燥症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早餐店奶茶啊，叫我们先走哎、欸，对 对，那我们直接走啊。好，哎、欸，穿什么呢？啊快跑！先偷跑！哎、欸，白痴、喔！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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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！为什么先偷跑？追！喂，阿仁现在怎样？放我们鸽子哦！不是说要颁全勤奖？卑鄙，远之处！